将必位。你表面上勾搭纪少爷，哼，私底下又和一个小郎中苟合，你看我不把你的丑事公之于众。这照片，碧云啊，你在干什么？我没干什么。你偷拍他们？乐州哥哥，你不是想我们在一起吗？我这么做都是为了咱们俩啊。我是想跟你在一起，但我不想得到一个心肠歹毒的女人啊。乐州哥哥，你这么大声吓到云儿了。碧云，我会用我自己的方式得到你的。